同时，嗯，今晚开始上课哈<喂>。好，大家请安静哈，谢谢。 各位同学哦，各位学员，大家好。好大家拢真怕病，哎，为着台湾的前途啊。啊，这课哦、喔，可能有较严肃一丝吧，啊嘛有较，较较枯燥，啊，过是真重要的一节课啦吼，因为咱台湾人即六十九年来未清未楚。 家己是甚么人？中华民国伫一大是甚么地位？啥拢无？你若去问中华民国，问国民党，问马英九，伊拢哪里讲？根据开罗宣言，根据波茨坦宣言，哦，还有台湾关系法，甚么日华台北合约？台湾已经回归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 伊拢安尼讲，即只壳欲来赌我破，哎、欸，欲加一支针，大英所讲即个只条约一条一条提出来看，咱个个拢毋知影，伊讲咱就信，因为咱家己无了解，无了解人讲啥，咱讲啊，好好好，安尼我知，好安尼，這把他讲的话当圣经，今仔日大英讲个话，大个条约一条一条提出来检验，看是中华民国到底咧骗咱台湾人无？ 计划嘛咧，吼，来违法试问，逐条审查。那这个法就指这个法条啊，就是讲在旧金山合约啦、马关条约啦，吼，开罗宣言，只要跟个单得无关呢，那我们来留摕出检验。啊，其实每一个条约，拢会使讲一节课，甚至不够用。啊我，我这下这五六个条约一节课，但浓缩一节课。 直个调一操十分钟尔，吼、哦、啊所以只能讲重点啦啊大家都尽量听了，吼、哦、啊听了你若是讲袂歹哦吼，后壁一张考试做，吼、哦、有闲再铁灯一下看嘛嘞。啊因为数量有限呐，就二十几张而已，吼、哦。好来来上课啊，啊，那先我仔开始讲，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我要讲颠倒遍。 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哎、欸，来一千六百年西元了、啊、哈，就有进入许多日本人，其实都已经住在福尔摩沙。啊，其实第一西班牙人、荷兰人还没进来之前，其实在福尔摩沙岛，咱台湾啊，其实是日本在掌控的，日本跟台湾才真正有交流。好、啊，啊，满清的满清圣上，对不对？ 这是伊，这是十七世纪之初呢。迄当中满清都还未来啊，电线公都还未来啊，那满清政府所以咱闭下帐。来，根据天主教耶稣会当时马尼拉的吼、哦、这个萨拉扎主教，还有一些其他教士哈、哦，荷兰人、西班牙人，哎，先来台湾，诶其实有经过日本政府许可的呢。你叫伊空空空空。 是每礼拜的礼拜啊，所以他当时哦都派人呢、欸、到日本去讲，我袂使来因家这做一寡行李呗，吼，一塞一塞在礼拜呢。去当初那满清，纳什么？听讲，我们有发现、啊、来，明末清初，彭孙义哈，他写写了一本书哈，叫《近海志》啊。他说万历啊，你看一千六百年，一六零零年，台湾是日本伊应该都安尼死啊，你 哦，那荷兰这个阿猫呀，吼、哦、从西洋来，不，投日本与台湾啊，啊，怎么进来的？原来是这个三万张鹿皮呀，要讲啊，說我我你,我你华里边做生意啊，贡献你三万张鹿鹿皮呀、啊。我说刚才台湾平地呀、啊，足济落来呢，一年三万呢，惊西洋啊，哈，哎呀，无半啊。吼、啊哦，看无半价，嘿而且你看到、哦、荷兰的。 是嘛？旅居日本的华侨，哎，中国人、啊、李旦啊，啊，其实李旦跟郑成功吼，因、哦、的家族有很大的关系啊。啊，因咱时间有限呐、啊哦，我咱拢拢点重点。你哪兴趣，自己再去上网查，吼、哦，好、哦，过来。那到尾啊嘞，荷兰跟日本吼、哦，都怎无无个往来啊嘞？哎，得明经过他允许，因为什、哦、么？一六三三年，日本啊。 颁布锁国令啊，禁止日本人啊赴海外发展。当阵咩啦？荷兰人都开始去找啊，找中国劳工啊。所以当阵开始有中国人哩白，你要做啥？外劳呢？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叫外劳。所以你们当我们的祖先是从台啊从中国来的外公，我不敢否认呐、啊，但是那个量真的很少啦。你那个祖先如果是中国来的，去那那叫做劳工哎、欸。 卢汉卡啦、啊，有前科的啦，知道不？好、哦、咧，英国剑桥大学十三世纪，啊，另外呢，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不是呀，乱讲啊！哎，来推论啊，哈，日本人比中国人早在福尔摩沙岛，早就在讲了，所以日本比中国至少提早三百年了。出吹大侠讲，哎，好来，今天主题叠加，全部来讲一哦。 那、啊、有一点，有一点枯燥啦，但是真的是很重要啦。那出去哦、喔，通去用八卦，对这个不了解啊，要去用八卦呀，哦、喔，来先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跟台湾啊那个甲午战争啊，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甲午战争啊，中国人怕输去啊，满清政府怕输去啊，割让台湾啊，那当然有较衰啦，哎。 较早人拢无爱填啊，奇怪吼、哦！二次大战之后，大家拢烧钱要填啊，嗯，哦，是无？爆发这个光绪二十年，然后就签订马关条约。其实台湾并不是战场，所以日本也不是用武力啊，对，也也不是用什么偷窃的方式取得台湾领土。就面天日本偷窃台湾，还是你不能白出息呢。啊？ 啊！大家中国人一直喊一直喊，啊！喊过那像真嘞呢？根本就不是嘛，哪来切句啊？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台湾而打仗的啊！那、啊、是恁中国人去武装搞台湾卖田的呢？诶、欸，我们是被抛弃的呢？你知道吗？啊，抛弃就抛弃啊！人也不爱田呢，咱也就要改过，咱要跟他跟他搞在一起。哦，马关条约，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号，对倒对？下关啊，日本下关啊。 春帆龙，哦，那交接地点跌到横滨湾，跌基隆山雕角，你来看塞德克巴莱不？会有有上集前面三五分钟，都、就是在讲这交接过程，有不？都是横滨湾伊就翕出来呀，就不较大一些啊，说割让台，割让台湾呐、啊，哦，哎、欸，白纸写黑字呢，哪来的窃据啊？哇，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呢？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呢？诶、欸，皇帝甲丰德出兵啊，佫用偷的。实话真讲，我白讲吼，啊，家己即爱讲的啦吼，即、哦、上网去查的拢有啊吼、哦，有无？中国将管理底下这些地方啊，哦，所有权啊，堡垒、军器啊、工厂，全部永远让给日本，永远让给日本。意思啊，免刑啊，诶。 哦，台湾全岛及相关附属岛屿，而、啊、且东京北纬几度拢写个清清楚楚。你怎么什么安那讲话啦？即若纯讲，恁、那個、阿公阿嬷已经把土地已经卖出去啊，半年互人啊。孙仔大汉啊，讲无准成，阿公是阿公，孙仔是孙仔，阮兜的都是阮兜的，无许代志啊。哦，那个当囝仔呢？哦，你啊。 即种钦差大臣签名兼等于那嘞，李金芳的李鸿章的伊藤博文的哦，迄中文版的，啊看英文版的写土你看，Chinese 啊，割让啊，割让给日本这些东西哦，永久的主权，好不好？哎，这是写割让哦，让语哦,哦，这这两字爱爱记起来哦。 他这样会对哦，哈，好来。呃，我看点哈、哦，一九二二年，哦，不？太平洋的哦，对对对对对，哈，还有这些两项条约中啊，台湾彭武都被列强明文正式承认为日本领土，这没他否认。啊，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有这個，你不能懂太多啊，你懂太多，你你的身世。 那我中华民国怎么管你呀、啊？对不对？哦，而且这诈骗集团呢，有些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啊。啊，问一下是非题好不好？哦、哎，来，日清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清皇帝永久将台湾全岛，对不对？刚讲了半天了，对不对？对，對對很好，错，错。嗯，我讲哦，其实哦，日本人去和中国人平起的，你知道嗎？吗 因为满清政府两百多年来，永远只有统治台湾的西半部，娘娘六个屯垦区。那东半部、那中央山脉，满清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阿李布纳阿公公啊，我就是专专打咱中国嘅。嘿，阿唔早开始有高沙族、跟日本人伫咧对抗，其实他只有什么六个屯垦区而已，所以他没有全台湾的主权哦。 重点是一波全台湾的主权啊！啊，是那考西半部，西半部也不叫主权啊，要屯垦区啊！哦啊，因为这节课这不是我的重点，因为那是有兴趣的话，往前面去吊袋子。我之前上的课你也可以看一下吼、哦，因为我今天的课是重新翻新呐、啊，那电盖不赶快哈！样嘉宁，样宁，诶、欸，啊，郑成功哦，郑成功光复台湾哦，郑成功是民族英雄。 哦，我崇拜。结果这个是啥？郑成功只关乎台南，嗯。他哪里关乎全台湾？什么民族英雄？弄用偏见，嗯。好、哦，来，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号，中国在重庆啊宣布了哈、哦，对日战争废止马关条约，还有其他滴滴扣扣的。请问有没有像？对吼、哦，我看历史有念呢。哦，那个哦，伟大的前总统讲过啊，吼、哦，对不对哈？ 第一，誓师北伐，行，阿个被对日抗战了。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啊！哦，伟人呢，民主救星呢，像你信吗？沒哦、啊，我未死啊！对哦，今日教你讲哦，最大诈骗集团在台湾，有中华民国。哎，啊，一九八年，哎、欸，四一年、五八年，马奎斯的地方，根据国际法，一个国家是不能片面的废止行为，重新取得其已经由条约而让予的领土主权。 你老汉要讲你片面毁约啊？你要毁约会使啊？双方叫来重新签约嘛？对不对？佮签一个新的条约啊，旧个毋才有废纸。你用换就好啊！啊，你讲签签嘛？哎、欸，你你买厝的时阵订契约，哦啊无准成，我已经厝我卖买啊无准成啊，做你招人哦？第二个用狗我外骗，对不对？没有那个说单方面毁约的嘛，一定爱叫等下个订签嘛。啊，中华民国直接就毁约啊，许代志。 哦，好，简单讲到这里。来，接下来讲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公，台湾已经回归祖国了。哦，其实我来讲，开罗宣言最主要目的在鼓励蒋介石。哎，蒋介石時是当作谁呐？他得个办好乱的啊。哎，因为他知道说他的新的政敌跑出来了，叫做共产党。爱的无心对抗日本，你知道嗎？就办好乱啊，那能够撤退要尽量撤退，一直撤退到四川重庆。为什么？我要保持实力呀、啊。 我政敌啊，已经在长大，共产党在长长大。啊，你本来我不要插啊，阿咩啊，诶，同盟国呢？大家拢有一份分配工作呢。啊，你蒋介石，你过来对抗哦。我美国忝死啊，我英国忝死啊。诶，他说：知安怎想，想就出开罗宣言啊，他鼓励啦，安、啊、怎鼓励，看这。蒋介石想要跟日本单独过和，历私底下用桥呀无啊，我我,我投降好啦，我甲你。 我开私底下敲好势，啊！你帮我打共产党好了，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还要取消满洲国。你当中开始编辑出来，啊！可能可能有情报一款，啊！英国跟美国哦，要想一个办法，袂使袂使，你中国一定要救出来，至少你中国日军啊，你也要,要控制住啊，麻海在太平洋啊，啊不然我美国很累呢，哦。 干嘛呀？来，这个叫做毛斌的吼，日本叫佐藤事件。哎，一九四五年，汪精卫啦哈，因南京政府的领导人哈，考试院的副院长叫毛啦，毛斌啦，未雨绸缪，没听过吗？和这里啦哈，在国民党军统治统统治局局长哦，戴笠大家没听过吼。哎，机关的，这南京政府搞到这边来，重庆政府你看蒋介石委派，要讲这出来。 没事，底下要讲和，哦，卖阵啊，嘿啊，同盟国啊，那因大代志啊，嘿，我是挂名的呢，啊，因为中国祥无当呢，嘿，然后结果呢，一九四六年，款颁给毛斌八万元奖金呢，个包养令呢，所以这唔是后背变的啦。讲啥？一九四二年好不？二十六国绝对不单独跟敌人讲和。 一个中国偷他出去，哎，哦，你真真是哦，背叛同盟国啊、哦！啊，发现你看毛兵跟东条明有无这记录呢？一、这个麦克阿瑟开始怀疑蒋介石啊！你是不是瞒着我美国？你冲什么过过？啊！一个代理人跳起啊，则要就讲一个代理嘛，对不对？现在啊，遐在主谋者啊，吼、哦，有相关的拢啊，创东西，结果毛兵竟然。 通谋敌国，试图反抗本国罪名枪毙，啊，其实这是这东西蒋介石的阴谋，好啊，是东窗事发，为了对同盟国有点交代，加出一条啊，顺便切割，啊，蒋、啊、介石会跟他们这些人切割，哎，所以各位，啊，你你中华民国要同盟国搞这一招。 台湾那边是要特啊我跟你，我来讲，如果你是同盟国你，你会你会你会把台湾送给中华民国吗？啊，蒋介石根本的认知就是台湾本来就是日本的、啊，中华民国其在用意在恢复什么？中国满洲满洲国看去哪就好啊？称台湾是中国，无心抗日啊，哦，历史爱了解，无了解吼、哦，当大力骗你，当当作真呢、啊，啊。 来，今摆开是刚刚是前因啦吼，咱、哦、看这只开罗宣言讲啥？吼、哦。开罗宣言，桃园杰就是神剑的教授诶，中心大学一块，伊嘛做林俊咧吹开罗宣言诶，开罗宣言倒是真正假，吼到,、哦、到处到处去找，伫桃园大戏哦，毋知在什馆来看呐？啊，国宾洞啊，是什么先中,中还是什么蒋介石什么纪纪念馆来看，去查着，讲吼、哦，开罗宣言伫遮。在这 阿伯邓丽娜无签名啊，这份都无好嘛，这份都无效的宣言嘛，怎么没有三国哦签名啊，领袖签名啊，也公布好。沈建德坚持说无效，啊其实我们台民阵认为有没有有没有签名不是重点啊，嘿我们来看内容啦、啊、哈、哦，来这应该你公报了哈。哦 这面三大盟国哈，此次进行战争的目的哈，惩罚日本侵略，好不？重点强哦，三国绝不会为了自己什么图利哦，也没有要拓展疆土的意思。我们在干嘛？我们只是在这个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以及在中国所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诶 开罗宣言无效，是等于无效。窃取啊！技两力都不，技两力告诉我们，开罗宣言无效，都叫讲过啊！马关条约何来的窃取啊？两国皇帝签名盖印章的呢，各一个大官员呢，对不对？更何况也不是为了台湾而打甲午战争呢，哪来的窃取啊？但技两力都不对去啊！所以马关条约，台湾已经回归祖国。 啊，偷啊，那毋是窃取啊，什么回归啊？诶、欸，物件毋是偷的，是爱行李，有道理啊，吼、哦！哎，而且你看，拄则讲过吼、哦，马关条约之前，好无台湾只有三分之一啊！诶、欸，恁恁恁在恁恁中国人在开垦三分之一，2, 啊叫啊转的，全台湾都还你、啊，哪有那个道理，对毋对？啊，无还三分之一好了啦！啊，西部型中国啊，啊，中央山脉东部阁继续啊，要安怎？诶、欸，不是很奇怪嘛，对毋对？ 更何况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才是真正由日本人开化真正能够统一全岛。对不对把台湾岛变成一个同一个一个行政体系，那、欸、是日本人呢、欸，不是你中国人呢、欸，搞不清楚啊、欸！哦，来啊、哦，开罗宣言个款哦，二次大战期间类似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哎、欸，有十九项呢。你以为二次大战只有这两个宣言哦？五十四项呢，啊，够够嘞。 诺曼伯好诺曼伯豪你都没有人再提起，只有中国人一直讲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怪的，你们这两个啊，你们这个中国人怪呢。好、哦，不，杜勒斯自己也讲啊，他这个是私底下的协议性质啊，是暂时的声明啊，你啊，我意愿嘛，哦，我们准备怎么样嘛？诶、欸，意愿准备怎么样，最后没有怎么样。那常常有的事情嘛，不是安呢，对不对？草稿啊，草稿跟定稿完全不一样啊，哦。 你像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四十八个国家，哦，对不对？啊，你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只是个什么新闻公报、啊？什么叫新闻公报？你知道无？就是讲记者啊，造稿啊，宣科啊，念啊，然后透过广播啊，跟全世界讲。哎，而、啊、且个新闻稿，新闻稿怎么签名啊？我问你，新闻稿叫三国政府领袖来签名啊？没有代志嘛。所以。 沈建德揣无签名盖章，那是正常个呀，因是记者的新闻稿尔。哦，啊，新闻稿尔，这条约你新闻稿怎么可能会胜过条约？这法律未接的不敢放去啊。哦，而且中国的好处啊，《旧金山二十一条》已经跟你讲了，我也唔是无合理啊。那其实我跟你讲啊，二次大战之后吼、哦，国民党投降这好处，你知道无？中国人要最多好处了，哎。 好呃，阿干咩想喏？这样，寒战爆发，中国周恩来竟然讲这句话：如果美国军力直逼压力强，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说到做到。诶、欸，真正中国出兵呢、欸，对不对？去打寒战呢、欸，好啊！美国人铁定啦、啊，啊，真正打无恁的份啊啦，打无你回归中华民国，无你回归中国啊，真正想呢。刚开始开罗宣言也讲啊，不能扩展自己的领土啊。 你中国怎么去打外国人啊？怎么去打韩国啊？你家里的回约呀，对不对？哦，不，中国干涉朝鲜嘛，违反美中达成开罗协议的约定。光这个我也可以不用，我也不用比较办理呀、啊。所以你中国人安那差，你都冇赢过呀，对不对？你永远都处于什么落后、下风。我讲啊，如果美人如果大声哦，通常都怎样？ 哎啦，就是站不稳啊，对不对？理直气壮，其实未必呢。迄种咧吓人诶，话上大声，通常是心虚的人啊。哦，来看《波斯坦宣言》。《波斯坦宣言》重点讲第八条，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的。哦，所以中华民国马英九讲《哦，波斯坦宣言》，为什么《波斯坦宣言》他拿出来啊？啊，因为那个、啊、又再次再次强调开罗宣言呐。啊，都来共啊，开罗言的无效啊，开罗宣言，哦。 啊，跳出紧的吼，来换讲旧金山和平奖。约。其实、哦、台湾的地位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个。其实只要这个搞清楚了，其他都不重要。哎，现在跨节要追了哈。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已经立了，直接叫陈仪，竟然上书蒋介石：“哎、欸，台湾的财富我们已经搜刮完毕了，什么时候离开啊？”这个讲啥？ 在讲啥？他们也知道啊，台湾都不是咱的啊，咱是因为麦克阿瑟叫咱去代管啊，对不对？当道门开开，叫你去，你要管理一下啊，因大名叫阮搬了了去啊，哎，把人大名叫阮搬了了去，啊，讲要走啊，啊，走不出来，光会拢因兜诶，哦，对，到时候说哦，台湾都是他们的。一九零年韩战爆发，二十五号、二十七号，美国杜鲁门的光，台湾第二位电脑。 啊！你中国来冲这出来，你怎么可以出兵打韩战啊，啊打韩国啊！啊，美国也跟着出兵要打韩国，啊，所以中国跟美国就在朝鲜呐、啊、打架呢，哎，有军事冲突呢。你不知道啊，等于水火妈呢，哎，我阿美国真人气死啦、啊！吼、哦，你中国人要翻脸跟翻书一样啊！啊，我唔知咩叫防你啊！而且那时候已经是，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已经怎样？ 统治中国啊，啊，所以当阵美国很担心呐、啊。哦，你阿这派掉，个把联达你阿接伊哦。啊，叫有,有一个叫做宋大姐姐，有无？宋美龄啊，连对。哦，是高样。然后就跑到美国去啊，哦，开始游说啊，游说游说啊。结果好啊好啊好啊，中国给你啊，台湾暂时给你们住，给你们住了。哦、啊，悲惨的台湾啊。 人家日本哦，丢两颗炸弹啊，原子弹啊，台湾丢一颗大石头，我们就到现在还脱不了身。丢哪一颗大石头？那个石头叫做蒋介石啊！哈哎，哦。再来，这是同盟国跟日本签订的了哈、哦，那有四十八个国家呢签了，呢，对不对？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八号生效，哎，特别搞啊哈，四月二十八号，哎，那杜勒斯啊哈、哦。 来看一下吼、哦，今晚被一滴二滴来查。诶、欸，旧金山合约吼、哦，第二条 A、B 哦，日本 recognize 承认，可立啊独立。吼、哦，诶、欸，奇怪哦，阿、啊、B 吼、哦、是讲台湾啊、哦、，Formosa 竟然没有讲承认，哎、欸、叫承认韩国独立，阿将来不承认台湾独立，而只有 n u 斯啊，他只有放弃什么 right。 title，claim，哦，一挂权利啊，名气啊，啊、哦、主张啊。啊，你觉得这个是什么东东啊？诶、欸，这不是全部的主，这不是全部的主权哦，不是主权权利加主权义务，唔是哦,哦，吼，这只不过是主权的什么权利呢、啊？我我放弃呀，吼、哦，这一块岛啊，先暂时怎样，get 出去呀，啊不出声呐，出去呀。 但是不代表什么，这个东西我就不要了。哎、欸，这家手机我想带你家，我这样无用啊，我要上课先等你下。哈。等我上完课再回来处理啊、欸。你别讲，哎，你无人的，我将这种推走去，没那回事啊。哦，类似这个意思啊。你你光看这两条，台湾跟韩国，在日本统治之下，竟然是不同的地位啊。 因为韩国是自己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怎样？不幸啊，二次大战时阵哈，叫日本嫁起啊，啊，他韩国的皇帝就投降，好啦，我韩国归你管啦、啊。台湾有没有皇帝？台湾有没有统治者？没有。台湾主权的建构是谁？日本人呐、啊，哎，那主权是要建构啊那当然是我呀，这地地是我开垦的呀。 东西怪呀，放不放弃是我的事情啊！哦，那第二十一条就提到中国跟朝鲜的一些哦，你们有哪些好处了、啊？哦哦，我们时间有限，快点的，是啊。好来来看一下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讲什么？美国啊，哈。 美国是主要什么占领全国？你讲台湾岛，台湾岛，这堆岛屿是美国单独用武力打下来的，丢那两颗原子弹，还有我美国经常到台湾岛轰炸，对不对？所以台湾岛就得喜欢美国的，我我打下来的，我是这边的占领占领者，占领，所以这是占领全国。 只要我没有要放弃，只要美国没有要放弃台湾，任何人都不能有多，任何有歪念啊！那中国这里敢嘛讲台湾是利的，都爱讲的都不是利的，个利的，嘿，哦，来，二零一三年最近哦，哈、哦，洪磊哈，旧金山和中国没有签了哈，啊，所以中国认为无效了。哎、欸，军舰来划。 啊，最近咱调约无效啦，阮中国无签啦，无准守啦，啊对吼、哦，诶、欸，啊全世界调约，各位你签了几条？我没签半条、啊，啊啊，拢无准守，啊全世界调约，奥巴马签了几条？美国总装聋作哑，啊拢无准守啊。哎、欸，中国人讲话都很奇怪，来，荷兰人，那你你波茨坦宣言你嘛无啊？那为什么你中国人要承认波茨坦宣言？你无签、啊，你带代志啊？那全世界四十八国签啊。 你讲共产党，我问你，人二次大战的时候，你共产党伫倒位？你你没资格啊！你都无参战，你怎袂签签约？合约？哦，好啦，啊，结果这投降书了吼、哦。啊，马云就嘛讲过啊，日本投降书啊，哦，点点点好多条的呀。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其实这个这投降书重点是说什么？他愿意照波斯坦宣言呐、啊？哦。 所讲的啊，好、哦、来办理啊。啊，破产，破波斯坦宣言嘛，在搭一个光，要比较开罗宣言那样。哦，对啊，比较开罗宣言啦。啊，所以他我们对、啊，唉，唔是呀，唔是呀，吼、哦，咪来我别讲啊，吼、哦，出去哪咱我别讲吼，当个土嘿。来、哎，日本投降书是讲啥物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本分别由瑞典哈、哦、然后转达，吼、哦，说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英中三国领袖，有,沒有波斯产发表。 哦，那当然苏联也要赞成啊。哦，那、啊、可跟台湾有关，就刚讲第八条，比较开罗，就是根据开罗宣言啊。哦，哎娘娘，嘿、嗯嗯嗯嗯嗯，哦，所以波茨坦宣言只有一条，跟开罗宣言有关。啊，开罗宣言跟台湾有关，就是从台湾窃取的了哈、哦嗯。好，嗯，好来，那这个有一个叫父亲四世的哈、哦，这额外插曲、哦、的，你念念给。 蒋介石，给人印象中，他出现在这个公众场合，他都穿军服呢。哦，奥巴马刚才穿军服，无呢？马英九刚才穿军服，有多少总统公公开场合都穿军服，好像没有呢。只有这个蒋介石，因为他欺骗同盟国，哎，哦，我我是台湾的军事总督啦，我去叠加代管啦，军事代管啦。 啊，所以我还请军服啦，哎、啊，台湾看不懂，啊，哦，哎，哇、哦哦，啊，啊，一九四九年，陈诚要使台湾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负担中华民族使命。好、哦，来，一月十三号，告诉陈诚，台湾在对日合约未成立之前，不过是我国一个托管地带性质。你怎么可以讲话说是什么？ 要来围剿中共啊！啊，什么复兴基地啊？层层讲不到的，蒋介石马上给他盯正。那台湾是中国的吗？他们中国人最清楚，台湾人不清楚？因为他们中国人在私底下告诉中国人：，哎、欸，打我们几单那样啊？啊，水工，哎、欸，台湾我们的哈，我们的，嗯、啊，金正好金正好,真正好被他们搞死掉，真的是被搞死掉。好，好不好。 那一九五零年，三十三啊，江明山哈、哦，对文武百官讲啊哈、哦，父子有个父寻事事嘛等等哈，我下做总统啊、哦、我们对的这个电话苹果啊，去年已经挑起了啊，他自己讲的啊，后来准备再讲，你知道吗？一等的时候蒋、哦、经国讲啊，爸没这个讲啊啦，你阿讲黑啦，那、啊、是咩同志啊？啊，对好啊，讲起我讲啊，我又不讲了，真正一查，哎，哦、我啊，自从加入。 民政后之后吼，嘿，我家嘅正业吼只有无啥咧做啊，嘿，有闲我就看册啊，嘿，后壁迄堆册吼我拢逐本拢买啦，真诶啦，后壁迄堆册吼无诶吼，别位吼我阁冇人买啦，我规厝间拢跟台湾有关诶啦，嘿，啊即拢黑白一摇一摇出来。过来换蒋经国吼，啊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美英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使太平洋。 海岛防线啊发生缺口，啊、哦、一直要我交还哎、欸、给美美国管理。蒋经国写的，等一查啊，我都敢讲第一次四四六了，你说我骗你吗？哎、欸，过来，父亲接获我哈驻、哦、东京代表，不，陆军总部对台湾军是颇为忧虑啊，啊因为二二八已经发生了嘛，有有有那必有那个想要将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 战管的这种协议，因老爸啊在欢乐的，结果哦，我发现哦，蒋蒋介石哦，真正出了一个好报的啦。宋美龄挺身而出啊，给美国啊，你老后样子去查，哦，原来宋美龄对蒋介石做出这么的吼、哦、牺牲啊，真正连色相都牺牲了，等于要求美国，你一定要让我先生吼、哦、留在台湾，啊不，真正是亡国奴啊，你也无所在去啊。我们愿意为你怎样反攻干二啊。 只要我们打会打湾，我们与你保护台湾，哎，抵抗外外那共匪。所以蒋介石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讲，我们要杀猪拔毛，你讲俾国人听啊！我真的愿意替你哦，保卫台湾。啊，呵，好，欢迎老来，真正是安尼。哦，咱这历史阿该去查啦，无真正你唔知道啦，吼、哦。哦，好来都好礼拜，朋友们啊，好礼拜开始。 安康熟悉嘛？对不对？吼、哦，开始有一些政策颁布了。吼、哦，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号，吼、哦，回应台湾行政长官诚意要求，吼、哦，结果违违反国际法，你嘛，恢复什么台湾人的国籍？一共什么？来，节参至零一二九七号，查台湾人原本是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导致丧失国籍，现在国土重光，我们恢复成原来的国籍。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嗯，有道理哦。嗯，满清，对啊，较早是满清的呀，是叫你本迁去啊，对啊，能恢复？你觉得有沒有道理？我讲一点道理都没有。怎么个恢复？恢复就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啊，原本就是我们的国民，现在把它恢复，我懂你。谁原本是你的国民？高沙族的野兽，看较早当中当时。 你们的二次大战跟二次大战之前，你们什么时候是中华民国国民？我问你你什么時候是满清政府国民？满清统治两百多年，干管到你们高沙族？无啊，啊是现在恢复高高沙族的中华民国国籍？你们高沙族什么时候用了中国国籍？恢复我国国籍，这点要吐啊！我高沙族呢，我哪无恁中国国籍啊啦？ 所以阿唔免啊，教生主无遵守，嘿，有道理可以，嘿，哦，你看来台湾著名日本国籍身份，事实上并不是依中华民国这个行政院讲的去扣扣接，嘿，一是去、這、接、個、日华台北条约，咱的国籍基本上中华民国国籍对不对？伊是不是唔是伊真唔是唔是做对讲的啦？是根据这个啦，日华台北条约第十条啦。 权益啊！啊，好啦好啦，暂时啊，当作恁中华民国国籍啊。现在动，暂时，因为日本放弃台湾这一块岛屿啊，结果连我们老百姓他都不要了，啊那边无国籍啊，啊，每一个人都要有国籍啊，啊，你就按到中华民国来占领啊，啊不，就中华民国国籍啊，所以我们是暂时啊，暂时用中华民国国籍啊，绝对不是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哈。 我还没克郡守，系吧？是非题很重要、啊。举例啊，你看以色列有无占领加沙走廊，怎啊冲歪歪，坚持不退，结果唔是咁款。全世界加你要撤军的撤军啊！伊讲，诶，以色列也讲哦，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也在这里啊，刚好。哦，杜鲁门哦就发表过，来这无要权，一九五。 五零年十一月，中国吴修权到联合国，吼、哦、高分贝畅谈啊！等于讲吼，迄当阵吼，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吵，啊，吵台湾是吔啊！啊，联合国讲好啊，无恁，互恁一个机会来讲啊，要派一个吴修权呐、啊，吼、哦，安尼像乔国华，拢种高的人啊，哦，去联合国，吼、哦，开始安尼，啊、听讲吵，讲吵两点钟，哦，高分贝畅谈，哦，听讲，讲啊，畅歪歪啦，吼，哎，结果十一月嘛，啊，十一月底联合国就否决了，哎。 台湾不属于中国。你讲中国的抗议啊，抗议讲你美国侵略台湾呐、啊啊啊啊啊。啊，你啊，你你美国讲你侵略朝鲜呐。我说台湾不是恁的啦。哦，啊，你你你，美国侵略台湾呐。啊，两边都差啦。啊，联合国不能许讲啊。啊，叫我们决。啊，你别上啊。联合国说没关系，再给你们机会，回去再找更多资料来。你知道吗？一九五零年找到现在二零。 一四年还没有再去啊，啊不啊他随波逐流，也也也在讲话弄底下讲聊聊去啊，找不到新的资料。啊，也在讲话弄讲聊聊去，弄去否定啊，因为他都讲感情啊,啊，自古以来啊，哪哪哪哪哪，无效啊，讲感情无效。我这摆是国际是法律问题啊，你讲感情创啊、欸？我爱过你，你爱过我，还讲无效？有没有结婚比较重要啦、啊？对不对？哦。 来，我日华台北条约吼，讲得有一点快了吼，啊，其实我懂，我来赶速度咧，嘿，啊，就这物件来讲咧，嘿，哦，哎，一九五二年吼、哦，这个日华台北条约，讲两个位啦，哦，中华民国啊，菲日本啊，经过三次正式会议，十八次非正式会议，然后四月二十八号在台北宾馆，哦，民意代表哇，一百多人，所以这个日华台北条约最有效诶。 那这个在哪里？这是在旧金山条约啊，生效前几个钟头啊，强迫这两个国家，你要想签啦，你要跟签签的啦。为什么？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国不会签的呀。可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要扯到中国的事情啊，所以要补办一个什么日华台北条约，单独。 日本跟中国签一个条约，哦啊，大家早有些人吼叫领金去上的吼，卖去吧啦，哎，你去弄，你去登个拢没签啦，真的。摕随身碟去后壁，扣啊紧啦，哎，阮这档案吼、哦，都不保留，哎，都讲共财。你有兴趣推广哦，非常欢迎。阮那烦恼你,啊啊、哦、你,你不爱推广呢呢，啊卖去吧吼，是叫随身碟扣较紧啦，你去拢没清楚，真的嘿、欸。来。 一九二年是吧？流亡的中华民国确实有依照《旧金战合约26》二十六条跟日本签约，哈、哦，签了这个。但是签的内容注意哦，没有提到马关条约废除，马关条约，第二个立公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不对？令蒋介石工业废除变成不平等条约。那日华台北合约不是一个机会吗？你俩不会加上直接加上废除马关条约。 条约都是要明文记载，袂使模拟两可，不能让双方在那里怎样啊、哦？暗文啊，各自解读啊，啊你的解读跟我的解读不一样啊？这种袂使做条约呢？条约要连第三者都看得懂才叫条约。啊。恁双方两方啊，加起两方下条约、啊，恁偷来暗去啊，别人看无呀，迄种无准重的。所以你若讲画讲马关条约已经废除啊，好吧？啊，你日华台北条约那把先刷写一下，你无写啊？你等伊吹啊？ 真正无死啊，吼、哦、啊！马英九啊，讲日华台北条约，台湾是中中华民国的。马英九哪第前年还我袂记得啊，伊别过一过电视讲，无多少事啊。马英九最后唱一句啥？阿爸咪个问啊啦，答案就是安尼啦。哎、欸，讲了不要再问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地位啊，啊，卖萌啦，我来奶土啦，卖萌啦，吼、欸哦！啊，更何况旧金山条约第二十一条已经名列中国应得到好处。 可是真的没有讲台湾跟澎湖呢？哎，如果台湾跟澎湖是你中国的，应该要明文记载，不是底下望文生义，嗯，照这个合约来看，台湾甲澎湖应该是咱中国的，不会按你讲的哈、啊，哦，没有那种条约是这样讲的哦。那日华台台北条约，叶公超和田的哦，最后相片啊，哦。 那跨加是写虾米啊？吼、啊，根据这第二十六条，吼、哦欸，限制日本政府可以单独啦，但是哦，你要怎么签哦，无所谓啦，你不能超出旧金山合约授权范围。也就是说，万一日华台北条约啊，它的一些签约内容啊，已经超越旧金山合约啊，有效不？无效啦。而且，日华台北条约真正来写讲，台湾澎湖永久让与中华民国。 就算明文记载嘛，无效啦。更何况没有命文明文记载呀！哦，那第二条只是承认什么？哦，公元一九五一年不？签订的对日合约第二条，日本国已经放弃。哎，哪年啊？放弃哪年啊？哎，放弃、啊欸、不代表永远不要、欸。我暂时先等你边啊去啊哪年？啊，这这都等等阮到较定地啦。我但是暂时先等外口啦。 先当完好了，啊！资源回收他再造起啊！各位，可不可以要回来？可以啊，对啊，对不对？好、哦，啊，第三条，那看一下《日法台我五得第三条哈、哦，关于日本国，好、哦，跟他国民在台湾朋友的一些财产，还有台湾朋友的什么中华民国当局跟居民所要求的处置哈，诶、哦，好、哎哦、要求哦，这个下有较长的哈、哦，反正怎样，应照中华民国。 你注意看，只有一个较奇怪所在你啊，文字太长哦，你有时候抓不到重点你看这所在中华民国当局跟居民，啊，怎说讲？中日本国国民，这挑哦有一个陷阱所在哦。你啊，无注意看，你毋知道。而、欸、这居民跟国民到底是咧讲啥嘛？各、欸、位，国民跟居民是故意要这样区分，将台湾著名认为。 中华民国国民是不妥当的。以前，台湾这一块岛上的人，叫日本国的国民，今嘛令中华民国来管啊，却不叫中华民国国民，竟然叫中华民国,國民居民，居民跟国民绝对是不敢关的。日华台北条约。 台湾澎湖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那个办操皮，啊哪里那不写国民，要写居民？你国民身份证写那不写公民身份证？我得学校了哈，好、喔，就该给学生讲了。哎、欸，咱咱读，那我们都拿国民身份证，知道吗？啊，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不拿公民身份证？满二十岁就是公民，为什么不拿公民身份证？你们去问问公民老师好了。这无规定学生要经常，去学生。 今下今讲，老师啊，我们去问公民老师呢。啊，是哦。啊，公民老师，公民老师说，公民证跟国民证是共款的啦。我服你啊！我公民证啊，跟国民证是共款的啦。那你公民老师是安尼讲的啦。嗯，我真正服你啊！我啊嘿。第三条，如果中华民国嗯、啊，台湾人已经是中华民国的人，了，都要叫国民，怎么叫居民呢？再看第十条。 就本月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诶、欸，什么叫应认为？应认为就是说、就是、说吼，啊好啦，暂时当做是啦。啊啊暂时啊，暂时啊，啊无无方便啊不要紧啊暂时就好安尼、啊、嘿。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朋友所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的法律规章啦，哈，而具有中华国籍的一切台湾及朋友居民，你看，不来呀、啊，你看，及前属台湾朋友居民的后代，是不？ 中华民国法人也应该是认为是这些东西的哈，就是自然人跟法人呐。哦、喔，他写个因认为哦、喔，这个因认为就有一点哦，比较中性啊，而不是直接说你得、就是，你得、就是，你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没啦，没安尼讲哈。哦、喔，而、啊、且这,这英文版有无？ditto 哈，我讲这是全权认为啊，暂时认为啊，视为啦。 当做是这样子啊，所以中文版跟英文版的对起来不没有错啊,、哦、啊。哦，而且讲一下居民呢，哎，讲一下居民呢，这种是讲国民呢，你看伊哦，看我，这是居民呢，这是居民呢，这些这些才是国民呢、啊。哦，我们算是居民啊，啊，占卜，啊，原来我们连国民都唔是哦，啊，咱提国民身份证，我是。 哦，中华民国人大人大意呢，好像贴国民身份证呢，嘿。好、哦，来十一条，除了本月跟补充文件另有规范之外，凡在中华民国跟日本国因战争状态，好、哦、存在的结果引起的，因此都依照五、啊。又明文规定，就那个日华台北条约啊，依照旧金山合约有关的规定来解决。所以谁比较大？ 旧金山河会较大啦，哦，啊！你马英九，你中华民国摕旧，你你中华民国摕日华台北出来创啥？啊！你骗毋知个尔尔，大家拢知啊吼。啊，尾尔厝边、厝边、厝边隔壁啊，佮来伫讲，根据日华台北条约，那么写他清楚个呢。你台湾是恢复到中华民国啊，咱光复节呢，那一句骨头啊，来，不然民政府上课啊，哦。 旧金山和平条约哪无讲，都不遵守啦，更何况日华台北条约也没有明文记载啊，那你讲什么关乎台湾？来，第十二条，中日合约如果有任何争议，必须以太平洋战区观点处理。台湾岛不是中国战区，台湾岛是太平洋战区，太平洋的。 美军司令是麦克阿瑟，啊，中国刚有美军司令有叫魏德迈，啊，叫咱是麦克阿瑟咧管的，啊，你讲咱是中国战区啊，对不对？有人讲，咱现在咱咱咱咱较早台湾啊，啊，中国是江国诶啊。嘿，所以咱是中国战区啊，啊，所以咱回归中国啊，拢向骗去啊，啦。啊，啥无呢，嘿。 啊，一九二二年，阿是叶公超，哦，叶公超，吼、哦，哦，这叫名啊，吼、哦，诶，杜家那红是跳绳无，日华台北一下，吼、哦，叶公超，吼、哦，来看一下吧，搁跳登去，诶，叶公超，最前面啊，来，第方法院台解释台北合约第十条，杜家那看过吼，伊、哦、答，伊答。 竟然讲哦，《旧金山合约》并没有规定要把这些岛屿还给中国。你看，所以他们他们刚刚进来台湾，他们刚刚进来台湾那几年，都很明明白白的讲，台湾朋友不是中国的。可是为了为后后后面为什么变成是了？因为你们那些有抗议的北上诶，弄得二二八台西聊聊了了去啊！ 再加上白色恐怖，囝仔人有耳无嘴，中华民国讲唔对，谁敢反驳啊？谁敢反驳啊？看對,对？一代无人反驳，二代无人反驳，三代啊对，中华民国讲也拢对啊。吼、哦，你看，只有管辖权的，那有的地位就讲，那台湾跟母到底是什么哪个贵啊？是地位是啥物啊？ 一公差就讲啊，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由我们控制啊，但是很微妙的国际形势啊，啊这两个地方又不是我们的，日本并没有把权没有权利啊，把台湾跟朋友转移给我们，就算日本有了有这个意思啊，我们也不能接受了、欸，这些公差，一听哦，为看、啊、前后他倒没上起来，其实其实哦，我我。 我一直认为啊、哦，哈，中国两岸那个逻辑，哈，一直有很大的问题。你不认为吗？你以中国人那个教育思考之下，你的逻辑今天还盖得上吗？我长那么大了、哦，哈，有些人哦，我真的跟他相处真的很痛苦。哦，你那逻，你那这种想法，你那逻辑都不通啊！啊，你不觉得这逻辑不通吗、啊？啊，因为你们控制，那有不属于我们的？来，万梦妮，这红色，日本没有权利把。 台湾朋友交给中华民国，为什么没有权利？啊？哎呀，对啊，因为旧金山合约，这块地暂时变美国的呀，美国掌握在手中啊，啊，日本都无法到去的啊，好，过来，那、啊、接下来中华民国造出来，啊不，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来，吼、哦，接下来插脚，而且是吼。 中华人民国吼，第一党已经乱到有够乱的啊！讲白贼，讲几套的，讲我会使讲天衣无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出来赞声，啊，两个中国都啊，大汉人偏啊死死的。啊，咱较早细汉时吼，都还记得吼，那个小朋友或者以前的以前的前辈，咱真背啊！吼，今仔人暗时啊，若无乖，拢讲啥？ 注意哦，虎哥爸被来啊、哦！你空空哦，姑婆来抓人了哦,哦，想办法叫人乖了。南拳人讲啥？中共要打过来了哦！你们敢砍独立？啊，中共要打过来了，乱叫瞎断呢。来，你看啊、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啊、哦，建交、哦。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号，两国签订中日中日建交联合公报，同时跟中华民国断交。啊，重点你也卡起、這、来、個。 在日本外相哈，这记者会讲，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中日日中邦交这这是啥中共国啊哈，我们直接罗斯啊哈，正常化结果哈，这个日华台白条已经失去，并且宣告结束了。哈 <laughs>，啊，一九七二年结束了啊，你前几年马英九个铁出来工厂，马英九讲的话可以相信吗？鹿茸鹿耳朵里面的毛啊，好。 哦，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像注销一样。无还调那个提出来的讲啊，马、哦、英九两千零九年子虚乌有的幼稚生命这子虚乌有幼稚生命就要改几个形容词了哈、哦欸欸。啊其实哦，你们历历史老师哦，我伫学校做老师哦，我来跟一老师讲，我问历史老师呢，我来历史老师吼、哦、介绍台政府呢 他竟然说什么“阿不会啊，诶，见富为名啊，政治的东西我不碰啦。”啊，你历史你不是念得很清楚吗？对啊，历史很清楚啊。啊，你对历史先会定义历史哦，历史的是当朝执政者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教科书啦。伊在你讲啊，伊讲吼历史都是为了要哈控制老百姓的思想，那以当朝政政府掌权者的什么？ 也思考行为，也模式，为了巩固他的政权，然后写一,一套书了，写历史来骗人家呀。历史老师都这样讲啊，啊你在干啥？啊，不都加足痛苦的啊，为了钱啊，哎呀你啊，懂哦？所以历史老师其实也很知道说，真正的历史定位是下面啊。好，后来。 缔造中日合约又称台北合约的时候，不但确认了战争的终结，也确认了把台湾朋友主权转移，展开新的日台友好关系。我今天比较尖哈、啊，确认了台湾跟主权的转移。但读者看过了啊，啊是你单位的，你要讲啊是是你单位的。啊，根据啊整篇文章看起来啊，条文安尼吼，令大家看了安尼看起来，哎，整篇文章看起来你们这一块地好像卖掉了哦，有这样子的吗？ 来，两千零九年哈，日本教流协会哈，这个斋田正树啦，哈，这都要要都要都要登记啊，那个，要退休啊啦哈，啊叫哈，在加义中央大学讲什么？诶、欸，两千零九年哦，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的声明中，日本只是放弃台湾、朋友主权。签署旧金山合约之后，日本并没有任何对台湾国际地位发言的立场。你看，一共缩起来啊。 哦，日本天皇的权力被吊起来了，连公位都被杀，你看，也就是说，台湾主权还未定呢。那两千零九年哦，哎、欸，讲这句话不不得了呢，不知道我看呢。哦，中华民国国民党开始在骂呢，啊，叫不雅久意就退去啊，退休啊啦。啊，中华民国说你看你看，我们抗议有效，你看，哎、欸，被人家 f i r 调回去的，哎、欸，不能当外交官了，好、啊、像是哦，啊，那么难弄这种片，哎、欸。 来，台湾关系法，也有想过哈？台湾关系法是台湾跟谁的关系？跟中华民国关系吗？台湾关系法还是台湾跟美国关系，对不对？奇怪哦，美国跟台湾有关系吧？为什么只有美国跟台湾有关系吧？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来跟我们搞一个台湾关系法？好、哦，马英九又讲啊，台湾关系法啊，哦、确认啊，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 一条一条的土啊！唉，其实重点是这，你们搞不清楚，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因、欸、为我们到底是谁啊？我们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挖个鬼啊！我们的国籍在哪里？哦，我们从哪边来？台湾人要找回真正的国籍，要先找美国。美国是监护人啊，当然不是亲生父母亲啊。那想能能上这课啊？亲生父母亲是大日本帝国啊，日本天皇啊。 那我们目前是无国籍，大家知样哈？因为无国籍啊，怎么会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杜家应该讲过啊，系暂时视同，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是公民。满二十岁才叫公民，就应该要给公民身份证，就要凭公民身份证去投票。哎，咱在座拢摕国民身份证去投票的，你拢犯法。 你们都犯法，哎、欸，他们无赖怪，唔怕多啊！你若无去倒，中华民国政权怎么怎么被认同？就是因为你们有去投，我们有去投票啊，所以我们认同中华民国的统治啊！哎、啊，这是台湾关系吧哈，这等一下慢慢讲哈、喔。那台湾关系法哈，哎、喔，这、欸、代理执行者啦哈，这、喔、监督者啦哈，这 AIT 啦。 A.I.T. 大家知啊，美国在台小，你若要去美国啊办签证啊，吼，要要铁啦，要留学啦，吼，要移民、啊，然对 A.I.T.，那看一下这陈水扁哦，陈水扁卸任之后啊，开始大声讲，讲流氓政府。好，一讲下。在，在我任内，我曾多次接受 A.I.T. 主席的指示、行事、即使指示会影响到总统决策，我还是要受命照办。 加西洋啊！哎、欸，你 A I T 安尼安尼，讲话个总统，啊你你爱想过超过哦？你影响我当总统的决策哦？无法多啊，A I T 比中华民国较多啊，懂吗、啊？这代表 A I T 比中华民国大、啊。A I T 不是美国的公家机关呐、啊、，A I T 不是美国的公家行政机关呐、啊、，A I T 是杰美国民间组织，是美国。 美国政府授权给这个民间组组织，你在台湾帮我处理一下台湾的事情，顺便处理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啊，台湾关系法，来，这是美国众议院跟参议院哦，一九七九年哦，你看三三九票赞成，亚倒性支持，参议院八十五票通过，你看，哎、欸，奇怪哦，台湾关系法如果是国，嗯、呃，如果是国际条约。 《台湾关系法》如果是国际条约，应该是美国总统直接出面处理的、啊，是跟众议院、参议院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许可以去咨询啊，但是众议院、参议院根本没资格在这边投票赞成或反对啊。直接美国总统讲事就是了。其他这众议院、参议院现在赞成投票，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 国内法，国内法的中院参院投票表决啊，有错吗？那你台湾的国内法，中华民国国内法，不是要立法院委员底下投票表决的话听懂意思？这告诉你，这台湾关系啊，需要美国的国内法，哎、欸，奇怪哦、台美国哎呦，台湾人，美国国内法？你了解吗？哎、啊，我不在，是啊，我、啊、来上课啊,啊。我讲今天是。 今天是各位大家好，在这里哈、哦，安静的听我讲课。今天如果是一对一，好、哦，我看这、看这大哥一对一，啊，你也无来上过他们这样的课，我看好了，讲不清啊。我讲一句，哦，伊回我三句，回我十句，我也无用处讲啊，因为他把他以前的旧思维拿出来讲，对不对？所以你等于讲讲吼，哦，讲袂还车啦，哦，讲一句，应我十几句啦，正常啦，啊，卖卖讲啊，卖讲啊。 来上课，点点乖乖要听，听三讲，还有疑问再发表嘛，还有疑问再举手嘛，通常没什么疑问的啦，哦，然后卡特总统，我这个签几下名追溯说，诶、欸，从一月一号开始，这国内法啦，从这边看出来的啦，有关美国国内事务法法律制定用国会议员就好啊，外交咧，你得美国总统。 好，哦、来,来看一下台湾关系吧。哈。哦，时间存够文件。唉，第二条，因为美国总统已经终止，哈、哦，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诶这明文记载哦，那这有这有哈、哦哦，统治当局哦哈。他、哦、说，在一九七九年月月起哈、哦，美国是承认中华民国了。那这个之后啊，不承认中华民国了，改叫什么？台湾董统治当局。干嘛呢？ authority，哎、欸，这个家竟然竟然竟诶，哎，这,這,這,、欸、這复数呢？你看对无？在台湾的统治当局呢？诶、欸，统治当局竟然是复数呢？台湾会使毋免一个政务啦，会使两个三个啦？会使有继承者啦？啊，无哪有加 S 的。看我哦，中华民国啊啊，较、啊、破看。 看破手脚的中华民国，我已经看破中华民国手脚了，嗯，嗯、哦。本法律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好、哦，啊，重点你教、哦，诶，哎，对于台湾地区一千一当中的好一千八百万人民的啊、哦、居民啊、哦、人权关切，重申维护哈。你看加这些什么？People on Taiwan，好、哦，邓姐哈，好、哦、，on Taiwan。 诶，红、欸、跟 of 有啥物差别？啊，这这这这这，of 湾的台湾的居民呢？啊，on t a i w a 这什么这是台湾台湾的人 t h people，people 这 people, people 这种这种是属于人民居民的。个讲一个 o 一个 of，来讲较清楚，哎，那边要讲啊，来看一下这样这样物件放在即个桌顶啊，叫做什物？ 红 t 步 b 这块板啊叫什么？off table。这个不是不是跟这个桌子啊联系到底的呢，叫做红啊。这块板啊跟这个桌垫是联系到底的呢，这个 off 啦，听哦。那红啊，people 红汤跟 people off 台湾什么意思？在台湾岛上，所有的人，管你黑的、蓝的、白的、绿的、黄的。 游客也没关系，短暂居住也没关系，都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啊。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高山族、平埔族，叫做 people of Taiwan、啊、所以这个这个包含什么？那些流亡难民呢、啊，在不？哦，美国法律中提到外国国外人吼，都包含台湾在内啊。哦，美国法律呢，吼、哦，包含台湾在内呢，吼、哦，哎、欸。 好，美国在台协会 A.I.T. 最要改为哈非营业法人哈，嗯，而且美国总统所指示成立啊，继承非政府机构，别谈关系党改吹啊，哎，第十五条，这卡细的哦，不是重点啦哦，咱不来看，春剩两分钟，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前哈，美国承认我哈，任的接替的治局当局好不好？不，你先。 自己性命，任何继承者呢？哦，管理当局的继承者。哎，中华民国听讲要炸哈、啊，哎、啊，那换谁继承呢？哎，啊、哦，哎，台湾不属于中国啦，哎，国籍法，R O C 的国籍法哦，一九二九年就已经讲了，一九二九年，嗯，啊都无什么，都未来，嘿对,、啊、对啊。该国籍法当年有没有包括台湾？无啊。 那、啊、台湾不是他的、啊，哎、欸、呀、啊，最近呢，来两千年重新修订国籍法，还是没有呢，还是没有纳入台湾居民呢，或者安排集体规划呢，所以当是，那台湾人民的国籍是违法的，那提中华民国公民身份证那是不对的呢。恁中华民国宪法来啊，写啊，改啊，有讲台湾朋友无？揣无啦。 中华民国宪法哦，改了这几次，哦，搁几加个修宪机制，都固有疆域啊，到现在都不敢写台湾澎湖。马英九、你来好大力写啊，我都我就承认啊，中华中华民国你写啊，我就承认啊，无写啊，不敢写啊，哦，我白话啊，无你做话嘛了，要纠登记啊，哎，哎、欸、可法签了吼、哦，居然被和解了。 哎，国共和解啊！哦，我们已经从马关条约从一六零零年讲到现在啊！哈、哦，哎，已经不符合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啊！喂，中华民国，你要拜托下不好？我当初，我美国当初叫你来，是因为什么？反共抗日呢？对不对？帮我党共产党呢？你这要跟共，共产党和好啊？安尼我无欠你啊啦，真正呀！哎，你中华民国可以走了啦！哦。 来，最后结论呢、啊？未回顾几点哈？一六三三年，我日本颁布锁国令，哇，说咱抓跟借西抓跟日本怎抓断年。一六六二年，荷兰好点对，要让给郑成功，啊，郑成功要管了他二十三年，要让给大清帝国但又，大清又又回到日本，啊，日本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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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就那那就比呀，以前现在就比呀，知前嘛，咱重点的而已。现韩国也开始独立，台湾不能独立。 四百年来，毛杰良真正统治台湾。那台湾，果出了一个皇帝啊，原那什么林爽文啊，啊，先挖哥过啊，阿布王啊，先没人注意过哟，还有林爽文啊，为什么？他们有搞革命啊？有成功吗？没有成功。如果他们搞革命成功了，一做红的啊，统一全台湾呐、啊。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你个朝鮮赶快独立了就是因为没有。 咱的前辈因为拢无做着，所以艰苦甲咱这代，咱这代更毋做，艰苦甲后代，一直艰苦。啊，无像学生啊，走冤、立法院创啥？二,二八向太是无成功，白色恐怖、戒严、美丽岛，吼、哦，对毋对？嘿啊，啊个有啥物野百合，搁即卖咧太阳花。 哎、欸，啊来来，啊来啊啊来啊来，啊,啊,啊,啊台湾一二十年就要搞一次呢，有成功？无成功啊，搞不清楚方向。等于读册啦，哦认真读册啦。你也等于你也刚吐吼，吐、哦、书人也袂要紧啦，因为教育嘛，咱无捌食嘛，咱等于好好读册嘛。啊，你嘛使送互啊你也吐㖏吼，伊就讲等于读册啦，哎、欸，还、啊、是无爱阶段哦，等于读册啦。 我想我我这人讲新闻稿，我袂袂插边，啊回去念书啦，回去念书，念一念再讲啦，哎，哦都跟他这样讲，回去念书啦，哎，唔怕你讲无卫生，我讲一句，你讲三句，你讲四五句，啊，我实名把我的东西交代给你，哦，来，黔驴技穷，中共国跟流氓中国，哈、哦。 每次重提台湾地位，都只会说根据开罗县、波茨坦县、日华台北条约，好、哦、台湾已经明确归案中国，是中国国土。我讲这两只驴啊，另外一个什么新的部署来啊？台湾民政府的亲方的计等啊！台湾政府的法理论述，欢迎大家来踢馆，来吐槽。 啊，吐个伢子谁在理啊？哎，三年多了，啊、两千零六年奋斗到现在，啊，不然来吐伢子哪能？别、啊啊，你别讲，我证据丢给你看得好啊！我也不跟你讲感情，所以这黔驴技穷这不好啊！哦，打桩了吧？啊，有要堵啊？刚刚好啊、哦！啊，孟杰这的好啊。哈，这条门要要说啊？来，由于本土台湾的主权从来未曾在台湾领土建构一个统一台湾的主权国家。 所以人家是 BI 的。一旦未来统治者因素消灭，造起啊！统治者跑了，台湾著名就复无国籍。来，四位体圈叉，叉，无国籍是叉。这里是，这里我们是不是无国籍呀、啊？是无国籍还是有国籍？无国籍。第二，我们是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臣民啊。 咱今摆是暂时提中华民国国旗，吼、哦、好，直接这节大家谢谢大家。啊，各位同心呃，今天下下课后，哈、哦，三点半下课后，有要搭乘交通工具去外面坐车的，哈、哦，等一下到一楼的那个办公室那边，哦，登记缴费，哈、哦。下下课后就是三点半下课后，要搭乘交通工具去外面坐车的，去一楼办公室那边登记跟缴费，谢谢。 邱明浩、邱玉良、林义珍，啊、呃，以上三位的识别正在这边啊、呃，等一下来找我拿，谢谢。